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人的阿英，我是一个人的咪咪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咪咪啊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啊？我们来到彰化好乐迪。我们来好乐迪是要做什么啊？我们今天要来交换礼物啊！除了交换礼物，我还有准备团康游戏，跟我们亲朋好友一起来同乐哦。欸，我就是那个巧克力大叔 ，A.K.A. 彰化彭于晏 ，A.K.A. 河北佐藤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重庆人，今天装扮很像那个 Mary。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一个团康游戏。就是动物动作接龙。说明一号先喊出一个动物名称，外加做一个动作后，二号需喊出一号喊出的动物名称，外加动作后再增加一组新的，以此类推。终极惩罚：使用晒衣夹绑着线夹着耳朵后，由其他玩家来啦。哎，动物动作接龙，水母。动物动作接龙，水母。老虎。动物动作接龙，水母。老虎。犀牛。丑一直接用五唱惩罚。动物动作接龙，哎，犀牛，丑恶的，那刚我们直接走开。观众，我们真的没有腿啊，这个都是卖的。动物动作接龙，牛，哦。动物动作接龙，牦牛，喵猫。动物动作接龙，哎，丑恶的，美女。OK， 啊，好，我会对你温柔一点。我们数到三，我们不要让他痛太久。对，不要让他痛太久。对，来，数到三就拔往三。OK 吗？你还好吧？那有很有共鸣的。还可以。开始了，我们第二关，小花几魂圣诞拳。超人规则说明：比照海带拳的模式，分别为圣诞树、麋鹿、雪人此三种形态。终极惩罚：使用鲨鱼拖鞋打屁屁。使用树枝来决定站位顺序，由第一人先喊。数字最多五只。来啊！脚啊！举棍圣诞拳。圣诞树。圣诞树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不公，觉得主办单位不公。不管怎么狡辩，我们长进人跟巧克力大叔已经失去条命了。假蛙子圣诞拳，雪人树，雪人，我们恭喜长进人跟巧克力大叔休息喽。假蛙子圣诞拳，雪人。冰哥淘汰，拜拜。假蛙子滚圣诞拳，雪人。假蛙子滚圣诞拳，雪人。假蛙子滚圣诞拳，圣诞树。阿姨还有一条命，假蛙子滚圣诞拳，麋鹿。好，
就是冠军啦、啊！现在来上惩罚，有请我们的常进腾跟巧克力大叔唱惩罚。我们现在这一关的惩罚是要打屁股，用这个可爱的鲨鱼拖鞋打他们小屁屁咯。我第一次啊，你温柔一点，不要紧张啊。我要先处罚 ，A.K.A. 彰化彭于晏，来喽。好，请随意。深呼吸。你帮我抹酒精好不好？先消毒，先消毒一下。一二三，啊！他们战士终于脱下他的头盔了。使用眼睛要等一下做反应啊，这样你越会当。一二三，啊！游戏规则：每人准备不超过300块钱礼物。终极惩罚：使用鲨鱼拖鞋打屁屁。那我们要开始来做交换礼物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签筒，对赢的人来先抽，就是我们的兵哥。好的啊。先抽。第二个就是我。好，来，第三个是常进腾。第四个。会不会抽？来。哎，好，哇，这四号，好，来打开它。什么精美？这是100块毛巾吗？我突然觉得我失忆了起来，你买太好，对不对？有啊，300的，也不错，这毛巾哦。这个厉害哦！哎，你发光，混龙，你拿小分队要换大。我拿刮刮。你看可以这么大一张哦，你赚好几百倍哦。我拿刮刮了，怎么爽？那 AKA 彭于晏。我还好。五号。我好像超的。五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刮刮很美耶，整个超美的。好有质感哦 ！LV 的哦，对 ，LV 的。精品款，哇！我长这么大，哇！那男子送我礼物哎！打开会有什么东西？哇！哇！是什么？来，看一下，拿出来看一下。一定有300块，错嘞！有没有300块？早知道我会买这个，时不时要。来，二号是常进腾。二号，你的，刚刚让你赚钱哦。没有，压力大。我这个真的野外求生用得到，证明。你刚刚不是说没有？你摸上我两赖打哎。对。这个有人喊你干嘛？还是打火机，还是打火机。常进腾，你的礼物是什么？反手一瓶酒。好，我现在开一号的礼物哦。环保鸟蛋3颗。什么是环保鸟蛋？要自己组装的环保鸟蛋。对。现在气氛有点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煮它。你觉得，跟打火机比起来，它是不是比较不好？就自己想买来玩的吧。那我们刚刚已经交换完礼物啦，现在我们来评选最烂的奖了。大家眼睛都闭起来，只有迷你我不用闭。然后我先确认他们每个人都闭眼睛了。OK， 闭眼睛，都闭眼睛喽。我拜托我。我们要来评选最烂的，指向那个人的位置，一二三，指。OK， 打开眼睛。真的有黑箱有黑箱。打火机不好用吗？台彩联络我们，谢谢。